济南古玩城哈，来那个济南古玩城转转。今天是周六，起的也比较早。然后那个明天啊，明天周天，今天不是10月2日吗？国庆节啊。明天呢是这个德州交流大会啊，看这边的话，这个人也是满满当当的，然后看看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咱明天咱就出发这个德州交流会了，明天上德州然后再逛逛啊。明天呢去德州也就能待一天多吧啊，因为这个哎呦最近事情比较多，所以说是这个想一下子待个3天几天的啊，有时间没来不及啊。明天去德州，出发德州可能要待一天多的时间啊。今天呢就先在济南逛一逛啊，好久也没来逛了啊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啊啊。这个不难看出啊，虽然说德州有这个交流会，但是也不妨碍济南的这个地摊啊，还是摆的还是很多的啊。其实这些都是老的啊，这都是老的，看到了吧？10老9残10老9科啊，上头还有满满当当的，老货就这样，知道吧？老货就是这样，就是的。所以说，老铁们发过来的一些全美品的东西，就得格外的注意啊。在这里就是一个知识点，格外重要，就是全美品的东西。就得格外注意啊，格外看啊，认真看。首先看呢，它老不老，然后呢再看有没有修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地摊还是可以的啊，里面然后一圈都是人啊，先转转看看有没有东西啊。那个人很急，家里。玩什么的都有啊，有的人是专门玩磁带啊，老唱片、老磁带不多见喽。地摊上还有卖这个日用品的，还有卖盲盒的，快递嘛，卖的。买啥的都有啊，奇奇怪怪啊。钧窑玫瑰紫啊，乾隆御题诗啊，这多少钱？这个300，300，都不多要，多要的没要的。家哪都没大啊，4倍的。这个嘞，2.8倍，这个8倍。行，看看啊。你多少钱了，行不行？乾隆御题诗，钧窑玫瑰紫啊。再逛逛这一片啊，这边，其实这个它是前后好几条街嘞。济南的这个市场也是挺大的，但是这个货嘛，对吧？啊、就呵呵、相对于德州就差了一些了啊。哎呦喂！好，继续逛逛啊。
段子呀。嗯。我也看课本啊。刚才那一堆戏路很惨，你看上去都有阴影吧，你就这么一看都有阴影，然后坐下去一拿，包括他刚一拿起来那个画的你还能有阴影，但是再一看第一东西你看了吧，刚我拿那几件的，哎呀都不对，咱不能说他整个摊上都是新的吧，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，明白了吧。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追求戏路分彩，喜欢这个东西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仿的，就是吧，有太多的了啊，知道吧，也是这个这个假的，就是说这个仿品里面最多的了啊，最多的一个个例了啊。好两个这个这个草是假的，这是真的啊。对，这个草这是真的，这不这还长着呢，这个点了，这还长着花呢草啊，这个是草，这个是真的，这叫临水，这叫迎客，这叫坚韧不拔，是这叫什么嘞，小夜狼鱼，小夜狼鱼，不要见阳光，在屋里见光，不要晒啊。哦，就是别缺水就行了，每就是两天啊，往水里泡一次。哦哦。泡透了它，这个用喷壶这么喷，看到吗？因为它的根儿要有水，只要别缺了水就行。哦。那个像个活水。那个提起来，那个慢慢的那个根会倒吧？倒不了。哎呦，太倒不了啊！你别摔坏了。没事没事，倒不了。啊，自己养着玩的。买不赚钱，这好几年的功夫，赚一下。这个装的这个冒火，今天什么东西也没买上两个，这个拿着玩吧。这放茶台上，放办公桌上。啊。你回去就泡到盆里，泡下一会儿，不冒泡了，就放在茶台上。这个都提起来了，把这个树它都拱起来了。对。这个你自己弄了个眼儿，然后把它塞进去了。挖草，你知道，光挖草就好几十块钱了。哎呀，自己有工艺，就是实践。朋友做的啊，朋友做的。我喜欢啊，一升120，一多少？120，两个120。两个120，我是还赔10块钱运费。赔啥？这个呢？这两个都要了。这两个不行，这个贵，那个便宜的，那个我进50，这个进是75。啊。这个你算不能要120，赔10块钱。我还说，这两个你给我160吧。这两个160啊，我绝对买不到，一颗就160，别说卖。我也不是奸商，我就弄着玩。是，我教音乐的，是教音乐的。大哥这气质一看也有了。我这大哥一颗200块钱，配送。这都是临水。行，三个200，行。行吧。行，拿临水漂亮吗？行吗？行，你给我转一下就行。行，我给你转一下，包起来吧。嗨，来了之后什么也没有买啊，瓷器什么之类的没有，不是说他一件老货也没有啊，就是说没有咱想要的啊，有眼缘的啊东西啊，所以说就买了几株花花草草回家种着玩吧，不过挺沉的。从这里坐公交车回去，然后再搬回家，要走1公里吧，啊，差不多1000米啊，就当锻炼锻炼身体吧。济南的 BRT， 好嘞，谢谢大家，记得给阿斌哥点赞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